站起来。拿俺老孙的大火刀来！俺老孙没有一件趁手的兵器，怎么能教你们好好操练呢？真是扫兴的很呢、太扫兴了。大王要见趁手何用的兵器嘛，倒也不难，但不知大王海里可能去得？什么海里？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，哪儿有去不得的地方？那就好办了，这瀑布下面直通东海龙宫，要到龙宫去一趟，还怕借不到一件合用的兵器吗？哦、有这等好事，俺老孙就不愁了。嘿嘿，孩儿们在此稍等片刻，俺去去就来。大王拜见。来干什么的？哦，原来是乌龟下面二将，俺老孙要见老龙王，快快通报。快快带俺前去，不然就吃俺老孙这一拳。我去！啊，跑了！啊，跑了！给我轰了出去！老邻居，老邻居！啊！你来此何事？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，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，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。我当什么事？原来如此！夏将军，拿一根枪来给他。这算什么兵器？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。轻，太轻。轻，有，要重的有，就怕重了一点儿。来人呐，快把那7200斤的方天戟抬来给他试试。
还是轻啊，再拿一个重点的来。大仙法力无穷，我这里实在没有再重的兵器了。在你这么大的东洋大海，连件趁手的兵器也找不到吗？大仙跟我去看。大仙请看，这是什么？这宝贝大有来历，这是禹王治水时留下来的一根定海神针。大仙要是拿得动，就送给大仙。还真是个宝贝。好宝贝，好宝贝，可惜太粗了一点，细一点就好了。再细一点。金箍棒重36000斤，小小小，老邻居，俺老孙多谢了。这是我镇海之宝，你不能拿走。只要我拿得动，就送给我。难道你说了不算吗？你抢走我镇海之宝，我要到玉帝面前告你一状。启奏万岁，今有妖猴孙悟空蛮横无理，大闹龙宫，拔去我镇海之宝。此猴妖法甚大，若不除去，龙宫永远不得安宁。望万岁为老臣做主。妖猴什么来历，胆敢如此放肆？哦，那妖猴好生了得，他是500年前得到的猴精，力能降龙伏虎，移山倒海，万岁切不可轻视啊。有这等事，哪路天将前去收服妖猴？启奏万岁，以老臣看来，不如携带诏书召他上天，不费一兵一卒把他哄上天来，严加管束，如不服管也好就地擒拿。
你们闪开！变！太少了！我也想去。哎呀，爬不上去呀！大王，天上下了个老头子。快去把他带过来。好，我去。老头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来干什么？来干什么的？我是天上下来的，我要见你们大王。没有大王的命令，谁也不能走。哎，听着，大王有命令。哎，这才像话。我是天宫太白金星，奉玉帝圣旨请你上天。上天干什么？上天去做官呢。做官？做官有什么意思？这天上乃是神仙境界，与你们这花果山可是大不相同啊，到处金碧辉煌，遍地奇花异草，星星铺成银河，彩虹架作飞桥。大王您要是不去看看，那岂不是可惜吗？好，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。大王，我们也能上天。为什么不能上天？带俺先上天看看。你们在家好好操练，要是真好，就带你们前去。哎，你们在家好好操练，下次带你们去啊。哎，你们大王呢？我们大王早就飞出十万八千里了，你还不快走？是啊，快走吧。哎，等一等。俺是玉帝请来的，快快让俺老孙进去。可有诏书？既然玉帝请俺老孙上天，为什么还要动刀动枪的？快快闪开，不要惹俺老孙生气，如若不然，嘿嘿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。老头，怎么哄俺老孙？他们为什么不放俺老孙进去？你是第一次来，他们不认得你，赶快闪开！这是下界仙人，我奉玉帝旨意请他上天的，请吧。快走，快走！请稍等片刻，待我前去启奏。启奏万岁，孙悟空现已宣道。宣上殿来，宣上殿来，宣上殿。
去了？哪儿去了？妖猴在此！你不是哑巴吗？快去参见玉帝！快去，快去！玉帝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上面便是，快去朝见。跪下。启奏万岁，那孙悟空是下界仙人，不懂天庭礼节，万岁恕罪啊。免去朝拜。吴启星，臣在。查看一下，哪里有官职缺额呀？遵旨。给他个小的。启奏万岁，御马监缺少个管马官。奉孙悟空为弼马温掌管御马监，下殿去吧。赶快谢恩吧。弼马温是干什么的？哦，这御马监有骏马千匹，都归你管呢、啊。在那里，你是最大的了。赶快谢恩吧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哎，大王莫开玩笑，莫开玩笑啊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请弼马温查看天马。哦。哪有这样管马的？马天君，臣在。那弼马温乃是你的手下，你要早晚防备，严加管束，不得大意。遵旨。Thank you.
马温来此以后，天马匹匹精壮驯服，您的功劳可不小啊。马天君到，马天君到，请弼马温快去迎接。什么马天君、牛天君，别去理他。马天君，醒来的弼马温为什么不来接我？他正在驯马。哎呦！该死！该死！是谁把天马给放了？你是什么人？敢来这里放肆，大胆猴头！玉帝派你管马，你竟敢把天马放了！要是缺少一匹马，小心你的脑袋！你是什么东西，敢来管你孙爷爷？我玉帝的钦差，是专管你这猴头的，你还不乖乖的服管？住口！玉帝老儿请我上天，还派个人来管我？大胆弼马温，你眼睛里还有没有玉帝啊？为什么给我把他绑起来？是，谁敢绑我？现在！告诉您的玉帝老儿，他看不起俺老孙，倒要叫他看看，俺老孙可不是好欺负的。哎！启奏万岁，大事不好了！那弼马温打伤了马天君，捣毁了御马监，闯出了南天门，逃回花果山去了。啊！妖猴如此大胆，冒犯天威，定要捉拿问罪。这是马天君做事鲁莽，坏了计谋，待老臣再去招安，哄他上天，严加管束。你们启奏万岁，金星老儿老是一套招安招安，天庭威严被他丢尽，妖猴如此猖狂，岂能容忍？待微臣前去擒拿问罪。你不要轻易出兵，劳师动众啊！难道还让那妖猴爬到我们头上不成？那请问天王，你看怎么办呢？妖猴胆敢反出天庭，如不抓来严加惩办，定会有人学他，天上岂不大乱？天王高见，我老头领教领教啊！启奏万岁，那弼马温的花果山挂起旗号，自称齐天大圣，还要与万岁平起平坐。啊！胆敢自称齐天大圣！
精神。大人，你去攻打头阵。得令。哎，你看，那边来了个大胖子。啊？藏起来。你是哪路毛神？报上名来！你这小小的毛猴，哪里经得起我这一锤呀？哼！黑毛未干，说什么大话？俺齐天大圣舍不得打你。哼，你有多大本领，敢自称齐天大圣？先吃我一枪！走！告诉你的玉帝老儿，答应俺老孙这个称号便罢，如若不然，定要打上凌霄宝殿。
高兴的太早，我要扫遍你的花果山。只要你敢来，俺齐天大圣等着你。叩见万岁，臣奉旨前去捉拿妖猴，不料那妖猴法术高强，哪吒巨灵神均不能取胜，望万岁再加兵将。这么多的兵将竟然打不过一只妖猴，切，还要添兵？妖猴确实厉害，老臣早已说过，那妖猴有72般变化，本领确实不小啊。万岁，他还口出狂言，自称齐天大圣，若不依他就要打上凌霄宝殿。
望万岁降旨，再发兵将。那妖猴可有神通，不如将计就计，就给他个齐天大圣的空名，把他养在天上为妙。好倒是好，只是养在天上，日子久了，他又要生事。要免生事，只有斩草除根。万岁，千万不能再大动干戈呀，这样未免得不偿失，还是把它软禁的好啊。还是金星之策为高，我看就把王母的蟠桃园给他看管，借此寻福野性，若再闹事，就地擒拿。万岁真是神明，待老臣再去哄他上天。大圣，哈，原来是你，又来干什么？大圣，我是奉了玉帝之命，特来请你。什么玉帝之命啊？老孙不听这一套。上回是马天君冲撞了大圣，玉帝处分他了。处分得好，早该这样。玉帝已封你为齐天大圣，请你上天。你那玉帝老儿只好服输了，俺在这花果山上就是齐天大圣，谁用他封？不去不去，回去吧。快走快走快走吧。这花果山花果茂盛，景色倒也不错。哼，本来就好嘛。好是好啊，只是比起天上的蟠桃园来，那可就差得远喽。什么蟠桃园能比得上俺这花果山？那王母的蟠桃园乃是天上第一仙境啊，其中景色之美，那简直是无可比喻啊。这货色，那只能算是我金星还能骗你不成吗？大圣，玉帝把这蟠桃园给你掌管。
这么好的地方，难道你不想去看一看吗？啊，让俺想想。嗯，好吧，俺就随你去看看。啊，恭喜大圣，请。老头，那蟠桃园在什么地方？哦，请看，那闪闪红霞就是桃园。大圣何时有幸，即可前往。好，俺就去看看。哼。原来是大圣啊，小神是本源土地，特来这儿伺候大圣。啊，来得正好，我正要查看桃园。我来引路。这片桃园，大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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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。哎呦，大圣啊，这片桃林是3000年一开花，3000年一结果。人若吃了，可以长生不老。怎么，吃一只桃子可以长生不老？是啊，是啊，是，是。哈哈，可以长生不老，长生不老。大圣，前面还有，请。大圣，这片桃林是6000年一开花，6000年一结果，人若吃了，可以立刻成仙呢。啊，有这大好处？当然好。待俺老孙尝尝。哎，大圣，哎呀，这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。哎，嗯，为什么？使不得呀，这些仙桃是王母专为开蟠桃盛会用的，现在可不能吃。那在什么时候吃呢？等到开蟠桃盛会，到那时候，还有9000年的仙桃呢，那时候大圣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了。还有哪些？快带俺去查看。大圣，就是这片桃林了。这桃可非同小可，9000年开开花。知道了，9000年开花，9000年结果。好了好了，带俺自己去看，你去歇歇去吧。小神理当奉陪嘛。
说什么在蟠桃会上吃，俺现在就吃，有何不可？众位仙姑驾到，小神未曾远迎，有罪有罪。老头怎么这么多礼节？好了，快带我们摘仙桃去吧。仙姑哎，现在可不比从前了。怎么样了？玉帝献命齐天大圣掌管桃园，请众仙姑稍等一下，我去禀报大圣。什么齐天大圣？哎呀，管他什么齐天大圣，我们来此摘桃何用他知道？哎，大仙女儿，二仙女儿，三仙女儿，你们不能这不好吗？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。仙桃怎么缺少了呢？像是被谁摘了似的。谁敢？除非是你摘的。是你。姐妹们快来，这里有大桃。在哪儿？什么人？我们奉王母之命来此采摘仙桃，你是何人？哦，原来是王母派来的，俺乃是齐天大圣，你们采桃何用？未开蟠桃盛会，准备果品。哦，有趣有趣。但不知这蟠桃会上请的是哪路神仙？太上老君、南海观音、五百罗汉、上八洞神仙、中八洞神仙、下八洞神仙，还有哪些？很多呢，
天上神仙俱都邀请，连下界的东海龙王。住口！难道没有俺齐天大圣的座位？什么齐天大圣？没听说过。一个管桃园的猴头妄想去瑶池赴会，真是做梦。好啊，请我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哼，玉帝老儿，你三番两次欺压老孙，俺与你势不两立。姐妹们，快走吧，快走快走。慢走。你眼里没有俺齐天大圣，如今俺老孙倒做了个首席。玉帝老儿，来给俺老孙斟酒。王母，拿仙桃来。玉帝封你为齐天大圣。什么齐天大圣？没听说过。一个管桃园的猴头。玉帝老儿，俺齐天大圣的面前可没有你的座位。他会开得再热闹些。拿酒来。
来，孩儿们，来喝一杯。这么多东西偏不让你们享受，让俺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开开心。玉帝老儿，谁都不敢碰你，俺老孙偏要跟你较量较量。回花果山去。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洞府了？这里倒是清静得很，俺老孙正好进去玩玩。老头儿，老头，这老头哪儿去了？老头，丹房，今天俺老孙倒要看看这太上老君炼丹的地方。这是给玉帝炼的金丹，俺先尝尝什么滋味儿。这次你可吃不成金丹了。快回去和孩儿们开个仙酒会。
鲜酒鲜菜都是玉帝和王母送来的，嘿嘿，我们吃他个痛快。哎，气死我了。这是王母的蟠桃，吃了可以长生不老。这简直不像话。王母，那孙悟空好生无礼，他不但偷吃仙桃，听说蟠桃会上没请他，还大骂玉帝和王母。大胆妖猴，无法无天，这简直是反了。万岁，可千万不能轻饶这妖猴。太上老君到。启奏万岁。免礼。万岁，贫道为万岁所炼的九转金丹被那个孙悟空偷吃得一干二净，那妖猴已经逃回花果山去了。事到如今，快把那妖猴抓来正法。臣请旨立即发兵，命你带领十万天兵天将，定要捉拿妖猴见我。遵旨。这猴头胆子可不小，竟敢在天上偷桃偷酒，又偷吃老君的金丹。不错不错，是俺老孙所做，你敢怎样？你犯下十恶大罪，还不速速和我前去领罪？量你这小小毛神有何法力，胆敢出此狂言？Thank you.
你等山前埋伏，命你等山后埋伏，不得放走妖猴。梅山兄弟听令啊，速请二郎真君同去捉拿妖猴，不得有误。
贫道相助二郎真君一臂之力。地里下手，暗箭伤人，算不得什么好汉。该死的猴头，这回你该知道了吧？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。嘿嘿，玉帝老儿，你真了不起。对付俺一个还只好用暗算，嘿嘿，看你能把俺怎么样。你这个该死的猴头，死到临头了还口出狂言，来呀，给我速速处死。神箭，放神箭，快！这如何是好啊？万
岁，把妖猴交于贫道，我自有办法。嗯。来呀、啊！走，走。将妖猴打入丹炉。进去。猴头，炉子里滋味如何呀？好热，好热。哼哼，别忙叫热，这热嘛还在后头呢。来，赶快吹火。是。妖猴已经练成了两粒金丹了。哎呦！大圣，大圣，大圣！Woo!